写完了。写完了，你背着你读进来，你听看看。读了，我要的是葫芦，我想对葫芦的人说，你的葫芦要叶子上的汁，吸收它的营养，这样叶子，这样小葫芦才会慢慢的长好，可不可以呀？我说，读了，我要的是葫芦，我想对这葫芦的人说，你的葫芦要叶子上的汁液，吸收它的营养，这样葫芦才会越长越好，可不可以？好啦，写完了，阿姐。那这个鸭子在孔雀的羽毛都掉了以后是怎么做的？怎么做呀？早饭是金，晚饭是银，早饭是金，中饭是银，晚饭是铜。晓得了没有？知道了。阿姐，为什么说早饭是金呢？早饭是一斤，要吃好，早饭要吃好，还是要吃饱，不吃好不吃饱，一天工作的开始。所以早饭是金吗？那为啥中饭是银呢？晚饭？
晚饭是补，晚饭呢可以少吃一点，不要吃的太多，晚上吃的太多太饱了就不好，对消化，对人体。为啥？为啥人的胃变化不一样啊？早饭要吃的饱饱的，晚饭却不能吃饱。嗯，晚饭吃饱的对身体就不好啊。哪有这么好？哪有这样啊？饭是对我们有营养吗？谁这么讲的？晚饭吃饱了，那不是？晚饭吃饱了，有消化不好，消化不好，你就吃个晚上休息了。哦，那星期六和星期。